好，跟住到下一套啦，花开而归。完全是花开而归，完全和花开完全我觉得是两个水准的嘢。喂大佬啊，你看看人设。唔系，完全几乎 copy 我，一模一样噶。塔利塔利，完全照抄。唔系，人物嘅样差唔多样，个性差唔多样，其实背景就由一个背景都差唔多样，变咗一个唱歌去卖歌啫，就系。唔系，佢啊，不过可以讲先。轻音版嘅花开。唔系承接上季啦，就个旅馆执咗之后咧，咁啊，佢哋要翻学啦，咁啊。佢哋唔执旅馆都翻学噶啦，大佬。人哋好强调花开而归。喂，呢人设真系一模一样喎，你睇唔出嘢。咁讲啦，其实佢开头咧，我觉得话佢我开头一睇个感觉就系、是、睇完两集之后感觉话，咦，第二集系咪完噶啦？系点解咧？我以为单元故事啊。其实个进度好快咯，因为佢第二集就已经开始合唱部唱到歌啦，即已经系将个目标达成咗。跟住一去到嗰个位之后，我一睇第三集，就觉得话。好似成個故事嗰個目標係冇。唔係你係咪講緊同日常嗰個咩圍棋足球部同名嗰、那個？我係咩咩合唱合唱羽毛球部。日常咧，而且嗱，話呢套嘢啊，我唔係好記得啲角色名啊，各位聽眾原一原啦。你用翻花開嗰啲咪得咯？嗱，我睇呢套外化咯，我睇呢套嘢嗰陣時咧。我唔係好 get 到究竟邊個係主角嘅，其實呢啲好少，你五個咪五個都主角啩？嗱，通常因為哪怕係就算你一 group 人裏面都會有比較一個 key man 嘅人物，但係好老實講就係、是、嗱，我唔確定究竟係阿羅宙係，我覺得來下會應該，我一定還是係來下，應該係來下會似啲。我比較模糊咯，呢兩個主角都得。其實照睇佢開頭嚟講，似係用來下嚟推進個劇情，但係想講和宙嘅故事。其實最簡單嘅講法就係咩咧？佢入邊都冇人似奧哈娜，所以咪冇咗主角咯。唔係，我覺得有啲奇嘅。其實咧，起初我咧和宙同埋鯊魚咧，因為個樣太似咧，我係撈亂曬。唔係太似嘅，冇搞錯啊！即係除咗一個係騎住只馬之外咧，其實一個其實因為大家黑髮差唔多啦，我睇咦寫邊個打邊個。係啦，開翻個大小姐氣勢爭好遠。得啦，夠啦你。你應該係覺得哇和宙好似花開嗰、那個阿、啊、文子咯，係咯，咁先啱咯。你對翻文子上去就唔會覺得似。阿水花想唱歌，跟住文子拉埋文子落水啊嘛。唔係或者咁講啦，個故事裏邊主要帶一啲嘅故事出嚟嘅係靠阿來下，但係你話核心裏面想嗰樣嘢咧，其實好似係講和宙喎。係啊，係冇錯，明顯似嘅，因為佢唱嗰首歌都係。而所以就我會就係感覺就話啊，究竟我應該當邊個係主角咧？雙主角咯，雙主角咯，好唔好合理啫？我又佢又冇雙主角，因為其實佢哋兩個叫做咩咧？啲交接即係每次都係用蛋糕做到，用蛋糕嚟交易。係啊。餵食啫佢，兩個人係交流唔多。咁你係啲即係食蛋糕冇問題。喺三集裏面，其實個交流亦都唔多，即係阿和宙其實就好明顯係想就係話，我叫做捱義氣幫手，就係話頂住喺嗰個叫做合唱團。唔係，其實我覺得佢係逃避某啲嘢應該，但係而家都即係而家為止未講。一直講到就係應該就係關佢阿媽事，即係而家佢阿媽應該死咗。即係阿校長啦，就。見到佢個名字就突然之間話：哇，乜嘢都應承曬咁樣話，哦冇問題。有 guess 一個名有，唔係校長個樣好似肯德基上校，放唔開。我反而覺得似咩打眼世教練啊？咩啊？個音樂部合唱團個老師就好明顯係阿婆婆嚟㗎啦，即係阿邊個？冇腳麻。唔係，所以你話我開頭睇依套嘢嗰時候，首先對我感覺啦，我覺得角色嗰、那個定位，我覺得唔。係太明顯，我會覺得。不過普通學生就比較難明顯。唔係真話，我唔突出唔到究竟邊個係主角，即係我會明白來下大故事，但係好明顯就係佢唔係一個主角，即係佢冇發揮嘅空間。係啦，第二好多嘅視點你都係會集中喺羅宙，我以首三集嚟講啦，會比較集中喺來下身上，而缺少咗和宙，但係好明顯個故事趨向就係講去和宙嗰度。我覺得兩者可能都唔係太唔出奇嘅呢、這個，我覺得同埋又唔係話好嚴重嘅問題嚟嘅呢個。同埋都好奇怪，即係咧佢講翻成即係三個女仔個背景咧，其實講阿鯊魚係最多嘅，即係大家都知道鯊魚屋企係開寺廟啦，跟住佢有嗰啲女啦，所以我就係點解覺得三個角色好似話嗱，你將一個主角嗱，主角係應該嚟帶故事嘅，佢就俾咗來下，而有應該。佢喺個故事核心裏面咧，應該係有啲嘢隱藏咗嘅，都係一個主角必有嘅特質嚟嘅。佢就擺喺和宙身上，但係咧，而佢介紹一個
通常主角屋企裏面最多嘅了解呢，佢又擺喺鯊魚度喎，咁究竟佢哋係咪三個要 group 埋一齊呢？所以我先可以當係一個人啦。唔係，所以麻煩就係兩個男主做咩其實？所以呢套唔係應該係主角群囉，又唔係話有主角。另外一樣嘢就係、是、跟住就係一開頭就係講有一個女疑似男主角嘅角色出現，我就話嚇呢條喺三集裏面佢做過啲乜嘢？嚇、啊、我咪就係想講錯嘢製造笑點咯，睇書咯，佢淨係講錯嘢製造笑點啫嘛。佢係咪佢個名係咪叫維亞納啊？好似叫維亞納啊，個名都叫維亞納噶。唔係，我就係、是、因為呢呢度我先唔計另外一個羽毛球嗰條，嗰條明顯係冇主角相噶啦，明顯係主角的好嗰個嗰、那個擺明、那個、就撞服外噶啦，我哋跟班啦就係、是。但你呢四個角色裏面，即係呢四個連埋阿維亞納呢四個角色裏面，我究竟應該個首先第一集，即、就、係、是、我就算俾你最差嘅一啲搞 game 改編嘅，我都會知道就係、是。边个个故事开先？边个故事开后？边啲而家系配角？即系而家而家系主角，但系我喺呢三集里边，我系唔知道究竟你想讲紧啲乜嘢。其实系因为实际上阿来夏个故事太快啫，而太快完啦。嗱固然啦，来夏故事系用两集收间，佢就话由佢一开头就系话，哦，因为佢合唱团嘅关系第一次唱，即系太紧张。所以就最後就失敗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咁然後個老師就話啊唔俾佢唱，呢條友就唔再俾佢唱歌啦。咁然後跟住佢就嬲起上嚟，就佢自己就組個新嘅學部，咁去參加比賽。咁就拉埋阿來下個細佬啲同學啦，同埋拉埋阿和宙啦、鯊魚啦。拉佢自己細佬。話說我睇呢段嗰陣時，覺得好有興音 feel 咯。冇啊嘛，咁冇無端端又創造學部咁樣。冇，咁至少冇話、啊。創造學部，你好多校園片都係咁噶啦。好 standard 嘅，好多嘅劇情。但係你話喺裏面就係話，佢一個咁快嘅進展裏面，其實嗱、我唔先唔理佢話我快進展，其實我唔係一個大問題。喺呢個進展裏面得到啲乜嘢咧？我喺呢兩集裏面，我睇唔到。有啲咩推進喎、啊？其實，即係佢最終跟住就話，呢、這個學部要打回原形啦。跟住我又要重新嚟過。咁點解你要俾第一次成功出嚟？即係你要俾第一次夾硬去湊一隊雜牌軍出嚟咧、整個理由等三女主角有一個共同可以走一齊。唔需要㗎嗱，你如果咁樣嘅話，就係、是、不停去揾人。咁然後跟住你好簡單，就好似你其他好多啲學部類型嘅故事都係慢慢揾人，慢慢加人，跟住有一個原本話傲嬌話，都係我都係唔係好信，然後跟住我互相了解，然後跟住落場大雨，大家攬埋一嚿，喊埋一堆之後，然後跟住就擺埋一齊。如果咁樣做出嚟，咪又係俾你玩？係咯，講講其他，我咁老土嘅理由咯，就係、是、想揾阿、和宙阿媽嗰首歌出嚟咯，即係佢想帶首歌出來。發到個歌譜出嚟，跟住話俾你聽，嗱呢度有條伏線咁咯。但我覺得好牽強其實。但我都覺得可能會另外一樣就話想圓翻來下嗰個夢啊。即係我懷疑係想話頭兩集。如果你老實講，如果來講緊來下嗰個夢嗰樣嘢，而係一個叫做，因為你而家個合唱團喺去第三集嗰陣，你就見到就係呢個合唱團係已經再冇目標㗎啦，解散咗啦嘛。唔係嗱，因為佢哋呢個合唱團最主要嘅目的就係來下想去呢個比賽裏面去唱歌，而你第二集就解成呢個目標啦。咁解決咗個目標之後，之後好似話有個仲有個比賽喎。唔係，然後跟住第三集之後再講就係話，之後仲有文化就係乜嘢嘢嘅地方都仲可以唱歌，但係好明顯你比起第一個目標冇咗啦。嗰個目標係咪唔夠衝擊力啊？其實係。咁啊係啊，話喺沙灘唱歌啊嘛，沙灘嗰個乜？即係你唔好話沙灘唱歌，話文化就係唱歌咁樣嗰啲嘢，係你好冇目標咁啊！嗰啲又唔係一啲咩嘅比賽，即係純粹一啲校內嘅活動。比起一個比賽嚟講，即係如果你以一個學部形式嘅故事，一個你話一個青春劇嚟講，青春劇最緊要係咩？即係你有個我要進軍甲子園咁樣嘅目標。第二集打甲子園啦喎，第二集打完甲子園啦喎，咁。诶、欸，唔系，可能咧，可能有啲新嘢咧，即系佢又打羽毛球唱歌咧，又谂下，又谂下呢个香港某广告咧，以前又系讲有位男士系一路打羽毛球，一路有歌唱噶嘛，所以我咪话咩羽毛球合唱部啊，可能要查啲药油，可能要，唔系我感觉就会系话，你咁多嘢，你即系。嗱，有啲故事就係叫做咧，你好似就係嗰句叫做咩其中一個是妹妹嗰啲就係死都唔肯破坑，呢、這個咧就一開頭就破咗個坑，即係你冇咗個目標，咁你之後唔係佢要帶啲新嘢出嚟嗱，我唔肯定，因為呢套嘢始終未知創作品嚟㗎啦，係一套，即係當然我唔知，可能係我而家睇落去會有呢個咁嘅感覺，但係至少我咁樣睇落去之後，跟住去到第三集，佢哋成日即將打翻回原形嘅話，咁我會覺得就話。組織雜牌軍個意義其實係冇咗囉，即係我情願你可能話花四五集中途真係完咗呢個故事，但最起碼就係有一班固定嘅成員。唔係嘅，佢班雜牌軍佢
即其他人退出，佢先要再搞一個啫嘛。係啊，佢唔係佢都唔需要做呢樣嘢。佢細佬班同學，如果唔係佢都繼續合唱團可以。而就係呢樣嘢啦。嗱，當然我唔知道佢今次嘅青春嘅主題係乜嘢啊？呢樣嘢我哋偉大嘅青春大師啊，呢個啊鏡花唔喺度啊，咁我哋解釋唔到啊。青春大師有咁嘅名？青春劇大師我哋唔喺度，咁我解讀唔到啊，我唔夠青春啦嚇。呢樣嘢我明嘅，呢樣嘢就。但我有樣唔明喎，點解咧話嗰次比賽咧，點解羽毛球要三個人打兩個人唔緊要，但係點解三個人打兩個羽毛球咁奇怪？明顯就係三個羽毛球，三個羽毛球。明顯就係女生想作弊犯規等我贏啊嘛，明顯就屈佢噶啦，其實呢啲唔需要解釋。唔係，其實好簡單嘅，兩個賭兩個嘅時候，即使佢哋輸咗，佢哋都冇損失，兩班都係成立唔到嘅。係而個故事裏面即係嗱，我喺度睇，我睇唔到啲咩青春嘅元素喺裏面套用鏡花去嘅話，你已經冇曬青春嘅。唔關事啊，我覺得呢樣嘢，即係以我喺鏡花裏面，佢話俾我聽嘅所謂嘅青春嘅定義，我真係睇唔到呢套嘢嘅青春喺邊度咯。我哋月月打電話問下佢，呢度有個青春啊。啊，呢個係一個好注意嘅問題。但係你話去到第三集，因為已經去翻就係好event 式嘅，就係話每可能每一集或者每兩集一個單元嘅，最終可能最終都係咁樣話，我最終就係唱一首歌咁樣，然後慢慢解開咗其他角色嘅心結，即係和秀個心結，咁 that's why 我諗個故事就咁青春劇係好中心，係固然係咁樣，但係。之後即係佢冇一條好強嘅主線，佢就係即係你話你花開有條好強嘅主線就係女管啊嘛，有咩？即係女管就係一條最主要嘅主線啊嘛。問題呢套你睇唔到一個好連貫性嘅主線喺邊度？因為佢一開頭就將最連貫個主線嗰樣嘢就已經 top 咗啦，最應該連貫到嘅嘢。係啦。咁就諗住佢唱一季㗎嘛，冇。同埋其實呢季咧，我唔係即係呢套嘢咧，我俾我感覺係賣歌㗎喎。有故事啦，同埋即係你話喺故事裏邊就會係話一啲做。做劇情嘅嘢就好似話個老師其實嗱，你開頭最大嘅阻力就係因為我唔想俾佢參加一個比賽啫，跟住影衰學校啦，我當佢係比賽都完咗咯，你留個學部喺度，你應該要阻止佢咧，即係一個好無謂嘅阻力。佢應該係某啲原因針對佢嘅。之前攞獎嗰個就係合唱部，而家嗰叫合，而家佢嗰個老師帶嗰叫合奏部啊。咁合唱部咧就係阿和秀個阿媽有份參與，而最後一個榮譽就係合唱部嘅，而佢有份。佢嗰度有個執念，咁呢啲即係佢有個服侍喺嗰度嘅，留咗。唔係咁已經唔青春啦，呢啲係大人嘅私人恩怨嚟㗎嘛。哦，以往嘅青春啦，男人嘅青春啦，去台灣，呢啲係怨念。台灣鄉土嘅阿爸嘅手個仔嚟播，好簡單啫嘛，後面插一集咩回憶篇咁樣。青春班啦，有冇問題？有咩玩啊？係啊，即係又係那些年嘅啫，呢啲人好簡單，唔好玩呢啲嘢啊，大佬。咁固然其實你話另外就係即係除咗三個女角之外啦，咁你話兩個男角色嘅有必要討論有劇情咩？冇表現，即係係冇表現咯。唔係有必要討論咩？嗰個唔係嗱，你作為一個即係充其量嘅 O.P. 又出個長瓜。喂，你好老實講，你一啲就算話即係叫做男主角的友好伙伴又好，或者女主角的友好伙伴都好，佢都會有個定位喺裏面啦。但係我完全睇唔到啲兩個定位究竟係乜嘢。同學，即係你開頭話阿維也納都可能好啲話啊，會唔會翻嚟之後其實係音樂好犀利嘅咧？但係已經第二集已經打破咗我嘅幻想啦。好鬼唔知同乜天意啊！佢啲天意外點樣啊？係咯，天意外咯。天意外男性係咁，而家可以活到今日，我覺得一個神跡。唉，所以好鬼奇咧。喺日本活到今日咯，依家咁講。喺外國活到今日翻嚟，有咩翻嚟日本都係。其實其實我都覺得嘥咗，有一個咧，咪佢講翻佢老師。其實如果佢話呢五個點樣 group 埋，其實都有個方法，就是、靠佢嗰個大肚個老師咧幫即係幫手諗啲劇情可以得嘅。但係佢又好似做下又冇咗，佢都掛住生仔。第一集就已經去咗，去生仔啦，已經大肚。去生仔咯，已經大肚。唔係，即係你會見到就係第一、第二集已經將一啲好青春劇裏面我哋必要見到就係話，哇可以。擴大到就話即係考驗寫手個功力嘅嘢嘅元素，佢兩集會幫你搞完曬。佢三倍縮咗一個可以做五六集嘅。未做啲咩水聚會都未出，又你啱出咯，咪啱就嚟出咗啦。第二三集咪出咗，食嗰啲燒墨魚啦。所以嗱，第一二集就已經將一個一季嘅故事講完，然後第三集嗰個咩番外篇啊嘛，係啊，唔係服務觀眾嘅篇。三集完咗亂咗啦，咁後面做咩？佢要出嘅元素已經唔曬。我諗咁講翻啦，嗱故事就固然啊，我哋去到呢度暫時又冇得再點樣討論嘅啦。咁嗱，跟住我哋啦，佢裏面其實你話頭先都講過話音樂係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元素啊。咁但係大家覺得啲歌
感覺一半，感覺如何先？唱得最聽，高換彩陽仲要彈琴。跟住早見沙即其實有底嘅，但問題啊，嗰、那個內下佢嗱或者咁講啦，嗱啲歌嗱歌嘅感染就其實某程度上某啲其實嚟自個故事嘅劇情嘅，我覺得。當然你話第二集阿內下佢哋兩個人 solo 唱歌，雙人唱歌唔係 solo 雙人唱歌，佢哋即係嗰個感染力我唔敢，因為我唔係好識點樣分咩叫好定唔好啦啲歌嗰啲嘢嚇，但係喺個感染力嚟講，因為個劇情太急嘅關係，始終就感染唔到啲乜嘢啦，即係就算有 Minty 有飆曬眼淚，我都覺得你做咩啊？飛曬做飛曬，有辣椒啫，似香洋葱啫。唔係，早見沙即其實即係聲底好嘅，但問題配住阿賴户咧，又佢我覺得佢又係雞仔聲嘅問題就係、是。但高唱得好嘅高彩咧，就彈琴喎，係點解？而啊，即係你始終就係唱歌係佢可能擺喺後邊咯。死啦！佢唱歌係攞膽啊，最主要其實壓軸啊，可能。佢來下有一集咧，佢講話喺個花園公園度自己唱歌，真係好嗰扎嗰個聲，即係同第一集同埋第二集嗰班聲好似兩回事咁，感覺上好似有啲，誒呢啲嘢有代唱嘅，我相信唔會啊，搞錯代唱應該就唔會。所以我個感覺就係、是整套嘢，即係你話啊花開嗰啲嘅，即係佢會。無論花開啊，或者係之前真實之類咁樣，即係我會 key 到就係話，哦呢套嘢係講啲乜嘢嘅，即係當然呢套嘢我而家話我唔係唔知講啲咩，但係你條主線斷咗之後，我真係唔知，即係應該話最高潮嘅位置你已經攞出嚟用咗之後，咁你之後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因為講緊佢哋三年級呢、這個應該係最後嘅比賽嚟嘅咯喎，係喎，唔可以再有下一年我已經冇啦喎。佢咪講合唱羽毛球部嘅日常生活咯？係啦，你誤會咗啦，其實佢以目標是羽毛球大賽啊！係啊，係啦，迷糊羽毛球社喺度，又插多個運動元素落去，幾好！哇，係喎、啊，跟一路打一路唱歌，多唔代表好啊！跟住變咗網球王子噶啦，啊，網球公主應該係網球公主鏡王子啊！唔係嗰個男仔去羽毛球比賽嘅時候，隔離做啦啦隊咯，又可以唱歌啦！係啦、啊，唔係同埋咧嗱，你話一啲故事裏面其實佢應該要快嗰啲，佢又唔快喎。即係嗱，好似就係呢個大子和州啦，見到個法國人咧，即係個法國人都街嘅，我都覺得真係係咁講佢講法文，你明知就嗰條友唔識講法文嘅咯，痴漢嚟噶嘛，即係而嗰陣即係我開頭就諗嘅話，啊跟住係咪應該佢同阿維亞納啊應該有條線喺嗰邊嘅，唔係係可以解決到某啲嘢，而兩個角色有啲互動，可以溝通到咯。應該但係話，哇！你拖咗兩拖咗成兩集，你都一集一集一集三集。你都未講嘅，點解會？可能第四集講咯，可能蕩失路啊！那個法國人，哇！唔係佢好明顯係追住佢個。請問你蕩失路咧，會唔會係咁追住個女仔？但係而有啲嘢真係你係佢拖散咗個劇情，佢拖咗好多樣嘢出嚟。佢想拖到下一集同咧街邊，即係佢哋兩個唱歌嗰陣時咧，咪有個兩個阿伯喺度彈。彈歌啊，係啊，彈歌噶嘛，吉他應該係識嘅。你個感覺係，你個感覺唔同嘅一樣嘢，我覺得就係你之前去到咁急，你而家突然之間又拉散曬所有嘢，而一個冇 vision 落部地，亦都唔係有個咩轉向話俾你聽，拉散咗呢樣嘢，個感覺就會比較奇怪咯。會唔會出去外國唱歌？係啊嘛，啲歌都咪都冇到館啦，佢你啊 ，K-On都劇場版都去咗做得啦。香港就係一做啊！香港劇場版啫，大佬，你而家 TV 版啊！佢咁嘅咁唱，出唔出到國際啊，大佬？我實在唔睇清楚呢套嘢就我唔敢，我唔敢話佢唔好，但係唔知佢嘅方向係邊，唔知佢做緊乜嘢。佢未做主線，可能一前傳嚟嘅啫，大佬。可能係主角係我所有作品都係咁樣嘅，即係好簡單。你頭兩集你吸引唔到觀眾嘅話，啲觀眾就會你已經走啦。我已經點會仲睇你？真係唔通就靠跟住堅守陣地嘅人話，我偏心話，哇！呢套嘢真係好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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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再引你翻嚟睇，唔會噶嘛。不過其實佢會唔會真係想爆頭兩集，跟住就引人咧？你頭兩集你覺得爆啲咩出嚟？爆到，即係你頭兩集爆到嘅嘢就係話。來後屈佢細佬話：我知道你啲鹹絲藏喺邊度嘅啫。喂，補充一點啊！呢套嘢我睇咗四個字，我都唔知佢做乜，所以我冇睇落去。即係第一集。算啦，因為冇胡松耀啫，我真係關事呢啲嘢。係啊，不過最後想講一講大致唱歌點咧，即係個男仔。我個感覺一半聲優唱歌咯，非常一半。好啲聲調好單調咯，其實啲即係冇乜變化咯，其實喺個音階上。好簡單，攞輕音嚟比。你輕音嗰啲都有啲病手耳目嘅感覺啊嘛，你呢邊冇？唔係 K On 嗰邊就唔同嘅，佢仲有樂器啊嘛，即使首歌不怎麼樣嘅時候，你都可以聽下樂器。
表演成點啊嘛。但呢個就真係合唱部嘅時候，佢就比較難去 follow 合咩唱得兩個人合咩唱啫？啊，唔係兩個人都要合唱嘅嗰樣。兩個就係、是、兩個人先叫合唱啊嘛。唔該你成排人啦。如果唔係嗰啲叫合唱團，你輸咗啦又話。我一窒啲你好嘢。所以而你話當然你話即係你話就算講歌嘅，你 O P E D 亦都吸引唔到我啊！即係因為 O P 我覺得係好虛咯，首歌係直情好紅，係咁都同一句咁滯咯。我覺得今季有啲咁一題嘅 O P， 我想講得講住係啦。咁啊呢套就聽音樂，暫時係咁啦，即係都真係冇乜嘢講，因為佢都暫時佢都唔知佢想做乜嘢，死啦想收集咯，好普通嘅日常翻。嗰陣時就知道佢做乜嘢啦，又插下啲音樂，好啦，啲畫面 OK 咯，嗯，我哋下一套啦，面 OK 咯，嗯，我哋下一套啦，面 OK 咯，嗯，我哋下一套啦。